大家好，早餐包子、油条吃腻了，一定要试试这款千层肉馅饼的做法。不用发面，5分钟出锅，肉馅鲜香美味，凉了不硬，一层更比一层香。就连新手小白也能一次成功哟。准备300克普通面粉，倒入大碗中，3克盐增加面的筋性，倒入180克30度左右的温水。在这里，大家记住，一定要用温水和面。我们用温水和面做出来的饼，柔软中带着劲道，即使凉了也不硬。然后用筷子把它搅成大絮状。搅至絮状之后，然后洗干净小手，下手把它团成团，揉成一个稍微漂亮的面团就可以了。我们给它放回盆中，盖上盖子，松弛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，再下手把面团给它揉一下，一直把它揉匀揉光。大家看一下，面团经过一松弛，特别的好揉，揉至光滑细腻就可以了。我们给它移到案板上面，搓成长条，再分成4个大小均等的剂子，取出一个剂子出来，再把剂子搓圆，然后搓长，这个状态就可以摆在刷过油的盘子中，表面刷油锁住水分。盖上一层保鲜膜，防止外皮风干。放一旁给它醒面40分钟。准备5毛钱的肉馅，我们给它调一下，加入适量的盐、鸡精、味精、胡椒粉去香增腥，一勺生抽提味，一勺料酒去腥增香。用我家吃饭的筷子搅拌均匀，加入我们提前切好的葱花，浇上滚烫的热油，激发出香味儿。再次用筷子给它搅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的肉馅就调好了，色香味俱全，真的是太香了。先放一旁备用。好了，我们的面基子也已经松弛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延展性非常的好，怎么拉都拉不断，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取出一个剂子出来，把剂子放到案板上面，给它拉长，再按扁，擀成一个长条状。大家看一下，厚度大约是0.2厘米。放上我们调好的肉馅儿，再给它摊开铺平，边缘不要给它铺到边，留个1公分。然后再从一边给它折过来，每折一下都给它按一下，把里面的空气都给它排出来。全部折好之后，两头给它并齐。再把四周给它捏一下，捏好之后再像这样把两头给它折一下，放在案板上面，用手按一下，用个擀面杖给它压一下，这样可以使馅料更加的均匀，层次非常的薄。两边擀，擀好之后。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制作完成了，非常的透明，能清楚的看到里面的馅料。电饼铛我们提前预热刷油，放入我们做好的馅饼生胚，表面也喷上一层食用油，锁住水分。盖上盖子，开馅饼模式烙2分钟，时间到，打开盖子，哇，非常的漂亮，透明四亮的，能清楚的看到里面的馅料啊。然后用个铲子给它翻过来煎另一面。看一下这个颜色，真的是特别的诱人哦，金黄诱人，而且还特别的酥脆。翻过来之后，盖上盖子，再煎2分钟，把另一面也给它煎至金黄。时间到，打开盖子，哇，真的是满屋飘香啊！看一下，我们烙制馅饼，个个都是圆鼓鼓的，两面颜色金黄酥脆。像这样美味既好吃的千层肉饼就制作完成了。全程大约用了5分钟左右，烙制馅饼个个都是鼓鼓的，两面颜色金黄酥脆，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。我们给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。煎好的馅饼放在案板上面，我们给它改刀，这样可以方便食用。大家看一下，层次非常的丰富，层层薄如纸呀，里面的肉馅鲜香美味，看着就非常的好吃哦。再给它装到一个漂亮的筐中。这样，我们美味的肉馅饼就制作完成了，端上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外皮焦香酥脆，
里面的层次非常的丰富，要多软有多软，层层薄如纸呀。肉蟹吃起来特别的鲜嫩，不腥也不柴，非常的美味哦。刚刚出锅的时候，外皮非常的酥，即使凉了也不硬，非常的柔软，好消化。大人小孩的最爱，我家一周吃8次都不腻，出锅一口气都能吃上3、4个，真的是一层比一层香啊！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就收藏起来，做给家人尝尝吧。好啦，今天给大家分享千层肉馅饼的做法就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